I need you more than you know. Hello， 欢迎翻到嚟我哋嘅区区有讲古系列，嚟到呢一个充满食当铺嘅地方，一定就系我爱依区啊！我首先咧，我哋就嚟介绍爱依区嘅唔同特色。首先就由佢个名嚟介绍先啦。爱依区嘅名咧，其实都好有特色嘅。爱依，如果我哋拆散为英文咧，就系 love 同埋 close， 跟住依咧拆散到英文拼音咧，就会叫 it。咁啊，呢度全部都系一档档食嘅，咁啊叫爱依啦，索性 love it。咁啊，索性叫做爱依啦，最后。然后咧，爱依咧就系、是、中文北区离昌嘅西区，咁就点样分呢？南边就是中文区，北面这个呢正方形属于爱依区。爱依区就最多这个食谱啦，好，跟住有工业中心，前面蓝色玻璃那栋嘢，然后有公路加护署啦，就是真帆公路咧，都系嚟到呢度咧就开始转弯噶啦。咁咧真帆公路呢度就会有入口同埋出口，首先嚟入口讲先。入口咧就系短风环入口咧，经过爱依，但系佢个入口咧系喺短风环度嘅，咁已经离开咗爱依啦嗰边。然后呢个就系爱依出口啦，堂堂正正嘅。跟住左呢个咧就系爱依巴士总站啦，咁系经过扩建嘅，呢个系爱依巴士总站啦，闪电巴士公司嘅。OK， 爱依嚟咧就系、是、原本。如果你有看过旧城的片咧，大家都知道有个叫爱依湾的糖果屋区，咁啊，因为受到呢个建筑问题同埋爱依总站一早计划咗要扩建，所以就取消咗起呢个爱依湾计划。咁爱依湾巴士总站咧原本就呢度啦，冇改过个位，咁就最后改名叫做爱依巴士总站啦，因为爱依湾都唔存在。虽然爱依湾个系好名啲，唔系好听啲个名。咁喺度就食街啦，去到对面，跟住食街出面跨咗繁日道之后咧，就嚟到爱丰街啦 ，Love Phone Street 啊，爱就爱依啦，丰就短丰环道，短丰环，咁就去到短丰环道啦呢个，好啦，跟住呢个就爱依停车场咧，就系 A 铁路咪主频道 A Man 起嘅。基本上全个城市，这个停车场咧都系阿 A Man 起，跟住呢个就系 Game 神嘅旧历史，叫我哋班人咧入去佢个 server 度，咁啊非常之经典嘅一句话，咁呢度咧就做咗个历史文物啦。然后出到嚟呢度咧就系、是、改街，呢个食街之后咧就去到 All 街啦 ，All Street。然后呢度就书院道啦 ，College Road。咁书院道就去到中文书院嗰度啦，前门口嘅。跟住沿住呢度就系繁日道，拉巴尼街咧都系属于爱依区嘅 Library Street 啊。咁呢个咧有两个名嘅呢度，叫飞翔隧道，即系去到飞翔公路啦，叫飞翔隧道，或者叫拉巴尼街都得嘅，唔紧要嘅。住拉巴尼街就嚟到去到离昌嘅啫。好啦，跟住到爱依区嘅艺术文化中心啦，就系、是、起 Pixel Art 嘅。咁啊，成条 O 街咧，原本咧就有我屋企，跟住仲有好多人嘅屋企啦。然后就改咗做呢个 Pixel Art 嘅艺术中心，然后仲有工业爱依工业中心啦，改咗嘅，同埋呢个繁日银行。咁啊，主要嘅都介绍完毕啦。好，到呢度。北区北边得啲嘅啫，就系、是、爱依铁路站，跟住前面就系上次介绍嘅香港区啦。咁喺呢个位咧就属于爱呢、这个就系爱依区啦，好细嘅啫，主要都系食为主啦。好啦，呢集嚟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俾 like 啦，继续 follow 我哋嘅区区有讲故，我哋听日四点钟再见，拜拜！少你都齐啦啦齐之赢，记住俾 like 订阅。看更多輝日 Official 精彩節目，現在就給你選擇了，記住給我一個 like 啦，可以 like Facebook 專頁和看 Official Page， 拜拜。